好，鉴鉴员也要考试哦。好，题目念出来，谁要念？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？对，这是谁呢？他吗？他是谁呀？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呢？有答案吗？我好像有想出来一个，对，有点像，我好像。那你们偷偷跟对方讲，看答案有没有一样？外婆。是外婆吗？怎么觉得很需要一张纸？我怎么写出来？我是你的媳妇，超厉害！问题 quiz， 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？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，这个人等于我儿子的爸爸，我儿子的爸爸。我是那个老婆，对，我是老婆，你是我先生，不是我，你我是你的，有点像了，差一点点，我是你的先生。OK， 儿子，你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对啊。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？是爷爷吗？ What？ 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。我是你是我老公的爸爸，所以我是那个媳妇，是媳妇吗？啊，这个我都弄不。我是你的那个，我是你儿子的太太啊，对吧？拍手。好。不是我了，我不是你的太太，我是你儿子的太太。对，我先去休息。我是你儿子的太太，那么简单。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那个谁？啊？这个是什么？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就等于是你的儿子。你已经开始拍了啊！糟糕，他念不了答案了。你的儿子是。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？太太啊、你是我的媳妇啊！你是我媳妇啊！现在你怎么突然想通了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按道理我应该马上就想通，我为什么想这么久？我不知道的，我一直想是太太，会是爱太太吗？你太厉害了！就说考一个逻辑的问题。好，中文可以，中文。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？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，那我是你的谁？谁呀？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爸爸。你的儿子是我儿子的。小三，小三，是啊，不是。
要解答，解答好。我是你的媳妇。媳妇。媳妇。对他们没有这个词。哦，冬日一号。哦、oh, ，好像的确没有这个西文的词。对，我们不会这样讲，我们会讲但是哦，但是这个的女朋友就这样子。哦、oh, ，所以就等于是讲他们没有关系。对对对对对，啊、就是大家太大。所以这个逻辑问题在他们不成立。对对对，不成立，没错没错。我们来换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有三个人。OK， 你。我是说的，这个你，你的儿子，好 ，OK， 这个是他的儿子，你的儿子，你儿子 ，OK， 然后是我儿子的爸爸，对吗？所以我儿子在这里，我儿子在这里吗？对，所以那我应该。照理说，找传统来说，我就是这个，因为他也是我的孩子嘛，那我就在这里。嗯嗯。对，所以我们应该是结婚的。那你儿子跟我生了这个小孩，那你的儿子，你就是我的，哎，他也可以是妈妈，他可以是爸爸妈妈。就是爷爷或是外公或者是都那种。不是外公，他是阿公或阿妈。对，爷爷奶奶。对，公公婆婆，对对对啊！我刚刚不是这样说吗？你是学我的啦，先生。我不是刚刚这样说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公公婆婆。你说外公，你还在那边说什么外婆啊？中文不好。Yeah, 但是这边想的是公公。好的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 ，Honey。好，可以了、要记得哦，帮我们订阅哦，还有按赞哦， yeah! 还有开启小铃铛。Oh my God， this is， yeah。